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，对，郭德纲、于谦，我们两个向我的衣食父母、家乡父老致敬，谢谢您。您好。相声专场啊，是一场接一场。对，刚才这两个演员呢，叫徐德亮、王文林。对了，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。哎，岁数不小了，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，您介绍一下。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，王长友先生。对啊，王先生好角儿。是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？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家传。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，杨毅。对呀，为什么相声说得好？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对了，杨少华。是啊，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？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侯宝林大师。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？紧拦慢拦，这下还是拍上了。等会儿啊，啊，拦您一句，他为什么说相声好？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。对，你爸爸是听相声的。哎，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不是没错啊？啊，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？不是啊，那就是听相声的呗。这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个啊啊，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。哎，是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。对。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，张文顺先生。张先生，大伙儿也瞧出来了，这小子不老地道的，不老地道，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。在开玩笑，不怪他啊，他师傅教的。哦，他师傅也这样。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。哦，好占人便宜。量子很小，十岁就跟了张先生了。哦，跟着一块儿学徒，就拜师学艺。嚯！从小那老头儿净教这个，教什么坏？就跟他逗着玩儿啊，亮子啊，我教你好玩的。怎么着？回家跟你爸爸说啊，我知道事情真相了，你准能挣钱。就这么一句就挣钱？孩子懂什么呀？啊！回家找他爸爸去了。嗯、啊，我知道事情真相了。哦，把他爸爸吓的。是，这就害怕了，脸都绿了。啊，掏出50块钱来。嗯，孩子，啊，去，想吃什么买什么，我这给钱，别跟你妈说。啊，这就给钱了。呵，亮子一瞧，这就见了钱了。哎，这灵啊！转身找他妈去了。嗯、啊，妈，嗯，我知道事情真相了。哦，他妈掏出100来。嚯、哦，孩子，别跟你爸爸说。拿着花去吧，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，合着这亮子美坏了、啊、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。哎呀，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，高兴铁吃辣嘴。嗯，打对过送信的来了，邮局的。徐德亮一指他，嗯，哎，我知道事情真相了。还是这套。送信的哭了。嗯，儿子，爸爸抱抱吧。这个走了，走了，是走了，走了。大伙看台上演员有意思啊，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。哎，台底下怎么样？要想了解演员、啊、你就得问同行。那当然，问外人不知道，外人不了解。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？该说我了是吧？隆重介绍一下啊，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。您过奖了。真好。没有，为人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。哦，优点呢说不过来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没有这些个优点，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。我是那龟呀？是怎么着？不许美化自己。哎，我还美化了？没有这么说话，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，看见了吗？这不算了，这个这是人的弊病 啊。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。真好吗？真太好了。好，聪明好学，不耻下问。对，我说这不知道，问问别人吧。
那当然，有人脸皮儿就薄，拉不下脸来，不好意思。嗯，于老师没有，当然，您这倒退多少年，于老师就问我，啊，德刚，嗯，什么叫聪明？啊，你这人家问这题，这还不好回答。什么叫聪明？您说什么？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，是。我把手放在墙上，哦，摁在墙上了。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，哦，还真狠呐！啊，攥着拳头奔我这手，嘡就来了，来一拳，我手躲开了，墙上有一钉子，哗，血就下来了。嗯，我说看见了吗？嗯，我这个就叫聪明。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？把于老师美的呀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呵，我可长能耐了，长能耐了啊！嗯、一转身回家，看见他哥哥，嗯，他哥哥问他：“哎，什么叫聪明？”哥俩都不知道，把谦儿乐坏了。嗯，我把手伸出来，嗯，你打我的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。老方法，哈哈哈！来吧，哎，啊，放脸上啊！他哥哥可练过武术啊，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。哎呀，半个多月出不来门。是啊，眼睛都封上了。了不起，哎呀，我还了不起。换别人这个事儿，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？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。这你说的，你要不说我也不说，知道吗？我替你说，我用不着。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？您什么心意？我是为了夸你，于谦，真好，真的吗？就这个人性，这个能耐，琴棋书画，你说画个鸟，画个花草，写个毛笔字儿，啊，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，你找去。我倒是喜欢。没有了，嗯，上看下看，左看右看，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？啊，没了，我就这么高了，得在古人里边去找。古人哪位跟我？有一辈古人啊，和您能相提并论。哪位啊？宋朝的李师师。宋徽宗最爱李师师。哦，李师师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美艳惊人。哦，有句话说不说在我，听不听在您。您可以说，把名字改了吧？叫什么呀？于诗诗。哦，我这就改叫于诗诗了。这个名儿听着它肉头，知道吗？肉头，就一个李诗诗把您就比完了吗？还不够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个人性情很刚烈。哦，而且注重感情。哎，对。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，感情都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，还哪位？杜十娘。杜十娘，把名字改了吧，叫于十娘。于十娘，对，啊，这个还不算，您的民族气节很重。哎，这是最根本的东西。比如说，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啊，你要是死了，能把老百姓都救了，你死吗？我当然可以死。好，嗯，死去。我这就痛快多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您把我弄死，你痛快多了。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？又没有吗？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。又是哪位？赛金花。赛金花，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，不是赛金花讲情，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。哦，听我的，把名字改了吧，改叫于金花。哎，于金花。哎，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，啊，但是您注意，闹天刮大风别出去。为什么？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，把你拍那儿，大伙儿都得喊啊，砸金花了。嗨，玩牌呢是怎么的？就说我这个意思，我这个心情。您比这些人，我得捧您呢。您捧我？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？啊，祖上积德行善，一直就好。于谦的父亲啊，到北京一扫听，没有不知道的。那当然啊，家里边弟兄也多。嗯，大排行行八。对，北京于八爷，就都那么叫，都知道。捧北京于八爷。嗯，哼。北京八爷是，京八爷，京八，什么京八啊？简称吗？简称就狗了，知道吗？啊，
了不起呀！啊，净干好事儿，那叫善人呢，没亏过心。对呀，没亏过心啊！走在这个街上，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。哎呦，这么大的猫，有条腿有毛病，瞎一只眼，残疾。孩子们拿这棍儿，啪啪啪打这猫，打这猫，就这猫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，多难受！谁管得了啊？啊，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。嗯，住手！哎。躲开！拦住！谁家缺德孩子？别打！躲一边去！就是，多可怜这猫啊！啪！啊！脑浆子都出来了！啊！他这给弄死了！安乐死吗？哎，什么安乐死啊？啊！这更快呀、啊！这个走到过街天桥上啊，时冬腊月，大雪纷飞。嗯，有卖小兔子的哦，小笼子装着。对，哎，八块钱一个。是大风小号，也不喂水，也不喂菜。小兔子全在一块儿，嗯，多可怜呢，快死了，没人管。嗯，于老爷子打这一过，多少钱？嗯，八块，五块钱一个，我都要了。哦，掏钱给人家，包圆了，给好几十个，他都买下来了。嗯嗯，买兔子回家了。是，他跟这儿十五一个往外再卖。哎，做买卖呢。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，嗯，衣衫褴褛，鬓发蓬松。嗯，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。就剩俩裤衩，俩裤衩，嗯，这挂着一兜子，哎呀，哆里哆嗦往前走，要饭，谁管？多惨，没人管。嗯，他爸爸看见了，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，当然掏钱，一块的、五毛的、一毛都有吧，是一大把，歘，搁在里，给塞兜子里了，就是，带出一张五十的来，他损不损呢？他连换零钱，什么呀？这人的钱也换呢？于大善人呢？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？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。嗯，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。哎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您先等一会儿。这一个人、哎、什么一个人啊？啊，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？你是后来的事了。怎么后来事儿呢？后来结婚，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？哦，开始没结婚，他结婚晚，是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，嗯嗯嗯，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？哎呦，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，这还有一届于大善人哦，谁要给这门亲保疼了，那还了得？嗯嗯，来一位媒婆，是上你们家找你父亲哦，一进院就喊。喊什么？于大善人在哪儿呢？呵，善人住哪儿呢？会说话。哪位是善人？对，谁给善了啊？善了，哪儿了？没有这么叫的，知道吗？啊、叫善人。你爸爸出来，我就是我、哎，可乐吧，看着我，嗯，我别应这个，知道吗？啊、跟您说、啊，您这岁数可不小了、嗯，也得成个家了，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！哦，好啊。有合适的吗、哦、哎，这一说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，嘿，这是你姥姥家。哦，你父亲很高兴啊，拜托你了，是去谈去吧。哎，跟人说去。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，哈哈，转身奔你姥姥这儿。嗯，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，也是大家，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。对，用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，知道吗？是七大胡同啊，还是九大胡同啊？八大胡同啊，他知道什么八大胡同？嗯，说的不是那些地方，知道吗？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。哪儿啊？嗯，咱不住那儿，反正老宅子嘛，是大户，在别的地方，大院子了不得啊。媒婆来了，到门口一瞧，你大舅站在门口了。哦，他大舅可了不得，是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，那是才子，是个文人呢、啊。对，这会儿正放假呢、哦，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。哦。得有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儿，他帅啊，剃一光头，哎哎，青须须的络腮胡子，光着膀子，扎着板带，底下穿着洒鞋，胸口这纹着两条带鱼，哎哎呀，不是带鱼，塔吗？什么塔吗呀？纹的什么？反正是海鲜。二龙戏珠，你知道这个是吗？呵、啊，好看啊，还滴着血呢啊。啊，头天刚纹的啊！好，这是文人的打扮吗？这站在门口拿着这本《金瓶梅》啊！哎哎呀，撂下！这个画啊，画的真好，还看画呢，还文人吗？文人什么文人？在大街上看这书啊？知道吗？啊，媒婆来一说，保媒拉气儿，嗯，大舅乐了，快上屋去，快上屋去，今天热闹，哦，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，
怎么还有票房啊？老北京人讲究这个。嗯，票房啊，就是喜欢唱曲的人。哦，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。对，也请一个弦师。哎，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，一块玩，这叫票房。对了，活动的时期，这叫过牌。嚯！往屋一走，一屋子人呐，都是唱岔曲儿、唱单弦的。是啊，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、上档次的东西。那是旗人唱的。这会儿你母亲跟那儿正唱着呢。是吗？那会儿他还年轻呢，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。哎，这会儿，那姑子像话吗？什么？什么个姑娘呢？那时候是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，就算啊。什么叫就算？算不算？废话，就是站那儿正唱着呢。嗯，这弦师一弹过门，你母亲打着八角鼓，啊，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，好听。说实在的，比昆曲还雅。唱的什么段？真好听啊！您学学。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，小两口坐在炕上来吧，十八摸呀。哎呀呀呀！过了摸头炕，就别唱。什么段子这是？风花雪月这个呀，好听好听啊！十八摸这不像话，这个时间有限，不唱全了就啊，那这根本也就别唱了。媒婆把来意一说，啊，把你姥姥乐的哦，给您添麻烦，嗯，太好了哦，姑娘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哦。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，我就踏实了，知道吗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先这孩子不听说什么，我妈叫金莲啊。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，哎，还是潘金莲吗？这不是姥姥跟人客气吗？什么客气啊？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啊！以后这个瓶儿啊，什么芍药、牡丹啊，这都得您费心啊。这都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你那几个姨，哪儿来这么些姨、啊？你母亲姐们多吗？啊，姐们多吗？啊，一说好这事儿，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。哦， 哦，哎呦，老爷子高兴坏了。嗯，安排人收拾屋子，准备迎娶应用之物。结婚了，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。嗯，一挑帘儿，进来九个和尚。哎，道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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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和尚道什么喜？给你爸爸道喜呀、啊？干嘛呀？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！啊，净这朋友。几位大师傅来了，山人，哈哈，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。给您道喜哦、啊，念经念增福增寿经，哎，这好啊，我们这就要念了啊。啊，你父亲说等会儿，等吗？等我躺下再念啊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念经干嘛还躺下呀、啊？有身份呢、啊，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。哦，都躺着，哎、躺下听，躺下。哎，躺好了，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啊。哎，分啊，就别盖上了，就躺着听就完了嘛。啊，着凉啊。啊，盖在胸口这吧。哦，到这儿盖这儿、哎、和尚过来啊，行行行啊，哎，全盖上了，高堂成就镇济疆场、哦、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坛下海中响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施恩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友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不回归。八发鼓敲敲，木鱼儿打金闹，你我好比鸳鸯鸟，好比鸳鸯鸟比双飞在人间。别唱了，这夸你呢，这没完了，这个念完经打和尚啊。哎，这句搁这儿了是吗？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。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啊，你管他那个，听个乐呗是吧？这谁听了乐呀、啊、这个一直到迎娶的这天，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。那么热闹，你姥姥把门一关啊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哎，这是有学问。怎么避一避煞气？有这规矩。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，啊，我不去哟，我才不去呢！是，我就讨厌结婚、哎、啊！怎么这些年净结婚了？啊，
不去，不像话啊！这个老了也生气，是别胡说八道的，就是胡说啊！这都节俭了，别误了好时辰。嗯，你真不去？对，我去吧。哎，回来。他去像话吗？热心肠你知道吗？那也没有这样的。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劝完了，去吧去吧，换好了衣裳啊，穿红挂绿，脑袋上还戴一盖头、啊、上写四个金字啊，足疗保健。哎，不对，像写这四个字啊，我也不老懂，不认识字。龙凤呈祥，行，写什么都行，写什么都行 啊。什么叫什么都行啊？龙凤呈祥啊，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，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，撂下轿帘，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，这才心疼啊！闺女是娘子心头肉啊！对，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，这一头舍不得，那可不嘛！你三姨搀着你母亲，妈您别哭了，我你别拦着我呀！你姐姐走了，我这心里难受，哦哦，我得哭出来，那您就哭出来。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，叫不硬的短命棍的丫头啊！生儿丫头，你的寿命短呐、啊！我三姨不唱两句，叫一声二姐姐，再不能够回还。行行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杨三姐告状是吗？多可乐，这个多可乐，可乐不行啊！三姨也劝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赶紧吧，别唱了，撂下轿帘儿啊！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，哦，货已售出，概不退换。啊、哎，不嗨，啊，不贴这个，撕下来。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啊！来到门口，你父亲把门一关，干嘛？不要了，不会又不要了？多大脾气啊！话音刚落，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，啊、我们要，我要也不给，啊。谁要给谁是吗？功夫不大，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。哦，你父亲往这一站，大把的撒钱呢。嘿，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。这凑热闹吗？一边抢钱一边骂街。骂什么呀？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。哎呀呵，什么人性啊，这都老头就是大方啊。还大方啊？八抬大轿往里边走，大门口有一个盆，里边有火苗子啊，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，对，讲究日子，红红火火，这叫卖火盆。要泼还没泼，你父亲过来了、啊、打住，怎么了？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？是啊，我那屋有汽油。哎呀，嚯，这了了知道吗？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啊。哎，把新人搀进来，满院的亲友啊，嗯，老爷子真高兴啊，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。哎哎呦，没有这样的，换上新衣裳啊。那也屋里去呀、啊、上屋里换，换上全套的喜服，一挑帘往外一走，大伙哗全乐了。老头一低头，脸腾就红了，怎么回事？没穿裤子。哎，去你的吧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论太平歌词》，有请郭德纲、于谦。哎呀呵，现场很热闹哈，好多人喊亲一个啊。嗯，他没听见啊，听见了啊，有你们我也好不了了。我这个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嗯，对演员来说呢，这会儿算是刚醒盹儿，嗯，刚进入状态啊，这会儿这精神头才来。哦，尤其快到后半夜的时候，嗯，对说相声来说都睁开眼了，就啊，作息时间就这样啊。跟于老师合作这么多年了，嗯，我特别的感慨，又感慨。好多人都说于老师怎么说相声说这么好呢？嗯，为什么呢？我给您各位讲一讲。嗯，我们这个行业有个说法，哦，子承父业，哦，家传。哎，比如说啊，嗯，我的恩师，嗯，侯耀文先生，嗯，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？为什么呢？他爸爸是说相声。哎，侯宝林大师，马志明先生说相声为什么好？嗯，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嗯，马三立大师啊，常贵田老师为什么说相声好？嗯，他爸爸是说相声的。哎，常宝坤先生，
于老师为什么说相声好？嗯，哎，等会儿，锦拦慢拦这下还拦晚了。您别往下说了啊！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，你爸爸是听相声的。嗯，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我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是没毛病啊。他父亲喜欢相声，是老跟他说好好干，哎，对得起观众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些年说句良心话，说相声也是交朋友。还是交朋友。你看今天来了这么些位，都是咱们好朋友。是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，但是在我心里，那您都当自己人。啊，你看人家送的这些个东西，我估计待会儿还会有。您就别开道了。啊，上次是在哪儿演出？人家送那个花儿都是拿钱叠的。对，行了，还不知足呢。来得及啊，来得及啊，来得及。这会儿准备了，我觉得耽误不了。啊，交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净你交朋友啊！还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有工作有事儿，我来不了。嗯，没事儿，哎，忙您的去。就是打发人把票钱送来。哎，缺德不缺德？哎，什么话这叫啊？那人不来，人送票来。人不来，钱再不来就不合适了。哎，交朋友嘛，这些年交多少朋友？嗯，今天现场来了好多朋友，嗯，还有好多演艺圈的同仁、前辈、老师啊。是，冯导今天也来了啊、哎，小刚老师，谢谢。嫂夫人、徐帆老师也来了、我不止一次的夸过我们嫂子。嗯，嫂子真是条汉子。还咱们一个半拉同行 啊，张国立老师啊。人来的太多，是我就不一一点名了。嗯，我就从前十排说一下吧，好吧。嚯，他到后半夜了。都是自己人。嗯，高兴啊。包括我们东城西城两个区的区长都在，哎，领导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帮助。嗯，哎呀，我们新浪的陈总，嗯，陈彤老兄啊，也光临我们，也在现场。是啊，在这儿了，陈兄啊，我们跟新浪独家战略合作。是啊，今天这场我们特别好，所以我们准备搞直播。后来我一时糊涂，这场我卖给天津卫视了。哎嗨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场吧，很多场吧。啊，跟新浪以后会出更高的价钱的啊。啊，我才看见鲁豫大哥也来了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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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都是自己的朋友啊，我这眼神也不济。嗯，就看不清楚，完了都是自己人。对，都是自己人。嗯，大伙儿来听相声来。嗯，我们这个水平一般，能力也有限，但是很愿意把相声说好。哎啊，今天可以跟大伙儿普及一下相声。怎么还普及？都说相声是四门功课。嗯，实际上我们这行是十二门功课。哦，翻好几倍啊，他得拆开了说。哦，啊，您都知道吗？大概齐，听您介绍介绍。你看看，嗯，于老师这是谦虚，我们都是从小学这个。嗯，现在好多人都认为说相声简单。嗯，我承认，我们这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这行的门槛儿在门里头，开开门谁都能进来，进来日后一抬头，嚯，嗯，门槛在这儿，再出去舍不得了。哦，他不像其他的行业一步一步的上，到我们这儿只要普通话差不多，你就能算说相声。嚯，稍微普通话不好，你算南派笑星啊。嗨，反正都得活着呗，都得活着呗。嗯，但是我们是真是实话实说，受过罪。嗯，挨过打，挨过骂，一点点熬到现在的。是，我七岁就学这行，入课早，七岁先学的评书，后来改的相声。哦，这么些年于老师也是。嗯，十几岁就进去了。是，谁进去？十几岁进哪儿去了？进曲艺团的学员班嘛。哎，那也是做客啊。十二门功课。嗯，首先说你得会说定场诗。嗯，定场诗。定场诗。嗯，上场得说几句诗。我们这个诗跟别人的诗不一样。哦，
人家都很正经的诗，咱们这是不正经的诗，我们更正经。哦，上台来拿着醒木摔桌子，哦，这叫醒木。对，别小瞧这个。嗯，天底下在过去来说就这么几块。哦，皇上有一块。嗯，那叫什么呀？嗯，那叫龙胆。哦，娘娘有一块。嗯，凤威。嗯，啊，也有叫凤霞的。嗯，文官呢叫惊堂。嗯，他们说惊堂木，文官用的，武将用的虎威。哦，和尚老道也有，叫戒规镇坛。嗯，药铺那算半块。嗯，那叫压方。对，压药方子用的。我们这块最讲究，它叫穷衰。嗨，为什么要这个？嗯，你摔这木头，嗯，各位，压言别说话，咱们开始的。对了，啊，我们这块是德云社定制，我今儿还带了一块小的。哦，还有一块。你现在都讲究工具售货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团购。我给你拿出来，你瞧瞧。嗯。德云社15年制产业，不是不制产业。哪儿去了？这还丢点儿。啊，我这有一块醒木啊。哦，这么小。这块小。嗯。它的主人是我们的评书艺术家，叫顾同成。嚯！顾同成是《清宫秘史》的作者。嗯。他有一个侄子，是我们的相声大家赵佩儒先生。哦。我的亲师爷啊。嗯。我师爷他叔叔的。拿着醒木。手用。哎，上台来。说定场诗，嗯，先拍一下，告诉大伙儿别说话，听我的。压言，马瘦毛长蹄子肥，儿子偷爹不算贼。嗯，瞎大爷娶个瞎大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这是一个小包袱啊，小包袱，定场诗。哎，啊，还有人说我听你们说书说相声都用，对，都用。但这木头摔在哪儿有区别？有。哦，这个话都说完了再拍。嗯，啊，瞎大爷娶个瞎大奶奶，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，谁也没看见谁。这会儿摔，嗯，这是关外的演员。哦，出了山海关，东三省这么摔，有地界管。山海关以里得留出俩字或者三个字来。嗯，这么个用处，这是我们的定场诗。哦，这规矩，一门功课。嗯，会说单口相声，啊，一个人表演。嗯，啊，长篇大段的故事。有短段有长篇，是啊，会说单的，会说对的，俩人对口，我们俩这个，嗯，能站在桌子外边逗哏，嗯，能站在桌子里边捧哏捧逗。当然了，一般来说站里边就是差一点。嗯，这就要改活。嗯，但我们从小学的时候都是里边外边都学，是两边都得会。嗯，我原来也是站桌子里边，后来哎呀，老师说这太出色了，这孩子太出色了。老师就那么没溜儿。两边都站着，也有的说只能站在里边的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嗯，是工作需要。还有的呢是这个群口相声啊，多人的也是一门功课。嗯，三个人四个人最多到四个人。哦，你要说一上呼噜呼噜上好几十个，这不像话了。是因为四个人之后就闹了，乱，太乱了。嗯，啊，当然了，说超过四个人有，比如说化妆相声，哦，剧情的了，就像小品似的。嗯，还有十几个人的哟，相声剧，嚯，还有700多人的呢。嗯，听相声的那是。嗨，啊，那剧场还不小。对，群口相声，这是我们的功课。还有一门叫双簧。哦，双簧也得会，双学艺人。嗯，俩人一前一后，这抹上白粉，戴上小辫儿，是前面这不能说话，后边的出声音。对，前边发头卖相，后边听横竖嗓音。嗯，这是相声演员兼职干的这么一种，也算一门艺术形式。嗯，说相声都会双簧。嗯，但双簧演员不见得都会说相声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个双簧。嗯，还有一门功课，口技。口技也算咱们的功课。口技也是我们的功课，但是用的虽然少，可也得用。它分两种。嗯，一种是嘴里边含着一些辅助道具。这我知道，学个鸟叫学，比如说啊。嗯嗯嗯，我给你试试啊。哦，你要干嘛吃了它？稍微大点的哈。哦，不是这个，这也这么
不，您打算怎么着？好吧，嘴堵上，好吧。说相声还有变魔术吗？揣起来了啊，有东西，还有没东西的？哦，啊，没东西，有什么道具？也用这个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说节目啊，说到这儿了，嗯，玉谦老师啊，脚上扎一刺儿，哦，上医院了，大夫一看，这得截肢啊。哟，什么叫截肢啊？就是去掉这么一点点吧，一点点。那不叫截肢，那反正就是得动刀，哦、得动刀，得动锯。哎，你这个、那就是截肢，都动了锯了。咱们大夫得就比如做节目嘛，你这、哦、老惦着这个啊。嗯，大夫说这个不要紧的，是眉毛以下截肢。哎。那就把天灵盖留下了，合着就是举个随便切哪儿吧，嗯，找一个大夫不喜欢的地方给他切了吧，嗯，大夫看着别扭哪儿切哪儿，啊、随便摁好了啊，嗯、哎，这是撅下来的，这不是锯下来的，这就属于是口技的一种，学这个锯声，哎、哦，一门功课，嗯，还有这个数来宝。嗯，数来宝大伙都知道，就是板子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今儿还真带着了啊，七块竹板。啊，这个于老师特别擅长，就是用板子。这块不是，我看看这块啊，找到底是带是没带？带着。嗯，我们俩就其实说句良心话，跟快板都有渊源。是，但是快板跟数来宝还是有区别的。哦，啊，这两种不一样。嗯，数来宝是快板的前身。嗯，啊，您现在听的。王派、李派、高派，嗯，快板三大流派，嗯，王高李，老话说嘛，啊，学会王高李有个好身体啊，嗨、哎，净锻炼。他其实是高派传人，哎，高凤山先生啊，高凤山先生，我是王派传人，是王凤山先生，还有天津李永杰李先生，这个就是七个点儿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没有别的啊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你打一个完了，嗯，我别来，他最不喜欢打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，别逗了、嗯、啊！于老师痛恨这门艺术，哎，我倒不至于的痛恨，因为他们家里原来是干这个的，他祖父那会儿这挂一兜子，前门那儿啊，您别学了啊。这没有什么，就很简单了啊。嗯、比如说猫主打进街来，户户买卖两边排，也有买也有卖，这个也有幌子和招牌。幌子好比龙戏水，来来回来好比紫金台。算盘子儿一打摇钱树，这个我拜掌柜的大发财，就这个。嗯、对，都学过，但是说句良心话，我们俩好像对板子不是特别感兴趣，好像是，尤其是于老师特别痛恨这门艺术、啊、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什么时候我犯了巨大的错误你再罚我唱这个唱这个，这是数来宝一门功课、嗯、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讲话叫门柳。什么叫门柳？今天开场大伙唱的那个、哦、八四曲十不弦，嗯，小曲小调，那个就属于是门柳，也得是功课，招揽顾客招揽观众用的啊，那个都简单，比较难的还有一门功课，嗯，叫开楚门子。嚯、哦，这怎么讲？这个给大伙儿说一声，这是我们的江湖行话。嗯，啊，一般来说，法不传路耳，别人不知道。哦，楚门子指的就是过去演员们在马路上，在什么天桥街上演出的时候，找观众要钱。哦，是要钱的手段。哎，我们这桌子在这儿，三面的板凳。嗯，人跟这儿说相声，说差不多，怎么要钱？不像现在似的。嗯，现在您买票来了，对不对？坐这自管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但是有人说我就不爱乐，那单说啊，单说就不乐。你花五百块钱买张票，你不乐，那你说怨谁？嗯，是吧？五百块钱坐在这儿，嘎嘎嘎高兴，乐得跟什么似的。您这五百块钱值了，哦，因为你要在家里啊，把五百块钱摆好，你看着你乐不出来。看着钱乐，不是，你要真乐出来了，你那个病五百块钱治不好啊！嗨，真的，神经了啊！听相声图一什么？图一开心，图一高兴，就图一乐呗。我们现在可以卖票，旧社会怎么办？嗯，跟街上这儿演出了，您这儿听完了，您给钱还则罢了，您要不给钱，末头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是啊，得吃饭，所以说要学会要钱，要钱就叫开楚门子，还有方法，它不一样。
这儿说一段了，说完了。我们最早的形式，俩人对脸说。哦，我站这儿，于老师站在那边。哦，对着说。对脸说，因为观众他是三面嘛，这后面还能站。比如咱学一回，好吧？可以。你上西直门桥那儿去。哎，嚯！我这等不了这个。啊，就举例子对脸说，说差不多了，这儿要钱，要钱是学问。哦。怎么就能把你口袋钱要出来给我？嘿。这是必须要拜师学，老师不教你不知道。那难了。一段说完了，没有别的，各位。厂里厂外一站一立，三老四少，各位老大。哦。学徒我脚踏生地，眼望生人，城墙高万丈，全靠朋友帮。您各位南走一千，北走八百，扎一刀子冒紫血，咯噔咯噔的好朋友。哦。我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孩子们指着这个吃，没别的。您兜里带着钱了，有富裕了，扔个仨瓜俩枣的给了我们，回到家去端起粥碗来，不忘您的好处。嘿。都是这仁义道德的话，会说说着您心腹里边。嗯，要再不给，还能说一点可怜的话。怎么说呢？您各位养个小猫小狗，您不得喂吗？嗯，您家里养一只鸟，您不得喂吗？嗯，对不对呀？这点钱一摸都就有，不是大骡子大马。嗯、对您来说不叫事儿，对我们来说这可是救了命的东西。没有别的，我就是您价钱的欢喜虫，您赏把小米儿吃。博得同情，你还能说别的吗？嗯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、嗯、你就得给钱。对，哎，有要一回要两回的，要两回叫二便出。哦，哎，哎呀，你看这刚才敛了半天，这钱才敛了这是八毛啊，就不能凑一块吗？嗯，列位老少爷们儿，少抽一根烟，您就周济我们哥几个了、伙计们过去看看哪位爷给咱凑一整。好，这都是学出来的，过去要这钱凑一整。嗯，啊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就怕那个听着差不多了该要钱了，有那转身走的不给，就怕这个。你不给钱没事，你转身走，因为不光你想走，有的是想走的，谁都不愿意给钱。有的走他往后退、嗯、他不是转身走。哦，他转身走这后边就对上了、嗯、他往后走，他就往后这么撤。你想这个逢是鸡贼他都连着是吧、啊、一个撤的俩就跟一块儿。哎，呼噜呼噜这一排出去三里地，好嘛，真上西直门了啊。照词儿说，废话。这创业人窟窿完了、嗯，这怎么办？艺人们有的就得骂街。哎，列位，有钱没钱不要紧，站脚助威，您是一个朋友。哦，您扭头一走，带走个三位五位的，对您来说不叫事儿，您可毁了我了。好比我这刚熬了一锅粥，要喝还没喝，您给抓了把沙子，您可缺德缺大了。您要着急走，我也知道为什么。家里死了人了，您行大回去抢孝帽子去是吗？嚯，这就骂上了，骂街了。嗯，还有的艺人聪明，嗯，站在这儿先使一拴马桩，这叫拴马桩。列位，列位，列位，嗯，今天上来我们小哥俩得伺候您一段。是，可是现在还不能说，为什么呢？嗯、今天别瞧人来的不多，有一位啊、嗯、是这个，这手势伸出比划一王八来。哦，他太太外边有相好的，嗯，是谁我不能说，我一说他一急了眼不合适。哦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人有脸树有皮。嗯，他这就要走，等他一走我就告诉你们是谁。嘿，就这一圈人能站到死。哎，对，你琢磨谁敢走啊？行，就是谁也甭走了。所以说这是楚门子。嗯啊，这是怎么要钱，这都得是跟老师学。是，还有就是白沙撒字儿和太平歌词。哦，这得学。白沙撒字儿用不上。嗯啊，过去艺人们比如中午吃完饭了，嗯，咱们下午上地。什么叫上地啊？上马路上演出去了。对，那叫上地。到这儿一瞧大中午的，人家没人来听啊。嗯，怎么招揽顾客呢？拿出一小口袋来，里边是汉白玉的石头碾碎了，拿着手掐着这白粉跟地上写字画画。哦，比如说写春景当思，这四个字连着的。嗯，哎，要不写为吾知足。嗯，当件先写一口，为这口写四个字为吾知足。要不黄金万两，嘿，或者写副对联、嗯、画上荷花和尚画、嗯、书林汉帖翰林书、嗯、两边念是一样的。要不画一大船、哦、酒色财气四个字拿这船拼起来。哦，勾的人观众过这干嘛呢？嗯，站这一看，慢慢人多了，这抬头该说是该唱。嗯，白沙撒字现在用不上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在台上，我蹲着写着，你也瞧不见。那是。我上街上来这，我得让城管把我打死。哎，对，非围观不可啊！而且那白沙撒字跟太平歌词结合在一起。嗯。他有的时候一边写呢，一边就画啊，连唱。比如最多的就是十字回头。十字回头。十字回头啊、嗯！拿着小口袋，你
先写个一字儿。哦，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房梁，二字儿写出来上短下横长，三字儿写出来横着瞧春字儿模样，四字儿写出来四角四方，有个八字儿在里边藏，五字儿写出来半边翘，六字儿写出来三点一横长，七字儿写出来凤凰单展翅，八字儿写出来一撇一捺是分个阴阳，九字写出来金钩独钓，十字写出来一横一竖就站在当央，这是一到十写完了添笔。十字添笔念个千字加一撇儿，赵匡胤千里送过京娘，典故了。九字添笔念个丸字，丸散高丹药王仙长，八字添笔念个公字，公到人儿数着宋江，七字添笔念个皂字，如薄染皂的皂，上面加一白，念皂，念个皂字，天三嫂分家打过灶王，六字添笔念个大字，大刀关胜美名扬，五字添笔还年五，单立人伍子胥打马过长江，四字添笔还年四，加一三点水，四周城捉妖几小堂，三字添笔念个王字，王莽篡位乱家邦，二字添笔念个甘字，甘罗十二美名扬，一字添笔念个丁字，丁香割肉孝顺婆母娘，一言来唱不尽这十样锦，我愿诸位阖家欢乐是福寿安康。十四锦挺好听，十四回头观众上来了，大伙儿跟这儿听着说相声。哎啊，什么时候有了太平歌词？最早有这名字清朝顺治年间。哦，那么早。最早是跟着莲花落石不弦在一块儿，后来单独剥离出来叫太平歌词。啊，给西太后演过，给西太后演的时候一边唱一边拍大腿，没有乐器。哦，老佛爷说你那怎么回事？说这拍着板呢。嗨，费这个劲呢，御花园锯两块竹子片拿这拍吧。哦，这是老佛爷御赐的东西，所以管着叫御赐。后来以讹传讹，叫玉子。哦，我今儿还带来了啊，这也有，这也有。现在看这玉子都是两块啊，我这有一个三块的玉子，三块玉子，你看了吗？三块，两块大的，一块小的。过去唱着两块半，怎么用？他拿这打这个。这是手艺了。别看不值钱，在我们这儿重如黄金。哎，这副玉子的主人叫朱阔全。嚯，朱阔全可能大伙儿不知道，这人有仨徒弟，他是侯宝林、王凤山、马志明。哎，侯宝林先生的恩师朱阔全先生用过，这是文物，真是后来传给了王凤山先生。王先生去世，给了我的恩师金文生先生。我师父把他给了我了。他这个这小，这小使着不舒服。我这副大一点啊，跟手有合适的尺寸。啊，我这是木头的啊。哎，木头啊，大一点。还有一种使法，过去是带扇子。扇子怎么用？拿扇子敲，就是出点声，有点点儿。就这个。哦，还有的带一副大板儿啊。哦，就是拿一大板跟你一块打，这用的少。一块用。这板的主人叫常连安。好啊，常连安就是常宝华、小蘑菇他们的父亲，啊，常连安先生，老常先生。还有的就是这两块搁一块儿啊，这么使。那这使的不多见。一般来说就是这样。想当初太平歌词家喻户晓。哦，拉洋车的都唱。那会儿风靡全世界，好像有这么段叫庄公仙游。哦，全人会这个啊。庄公仙游出趟城南瞧见了，就这么唱啊。后来人人会唱，拉洋车的拉车也唱。庄公仙游出趟城南，咣，哎，这样瞧见了什么？瞧见你还装？哎，这啊，有大段有小段。啊，小段就特别小了。哦，小段比如说啊，百家姓儿啊，这个短，百家姓儿短。赵钱孙李周郑王，我这个小段儿就这么长。完了，这也太短了。这就一分钱的玩意儿。哎，这
有大段的，大段有百十来段，但经过演员的努力基本都失传了。哎，那就甭恨努力了。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这个唱就是太平歌词。对，有人说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梆、大鼓、唱歌，各位那叫学。哦，因为那几样都有专业的演员在演唱，只有太平歌词是你说相声必须要会的。对，旧社会四门功课短一门啊，你在后台的收入你会因为这个少一些，少一门功课，功课不全。现在就是都进了专业团了，是把同行们都救了哈，也没人学这个了。其实有大段有小段，什么这个《白蛇传》呐，《秦琼观阵》呐，要求有嘴皮子功夫。对，啊。秦二爷看罢多一回，翻身下了马能行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，养儿老娘哭叫几声，人家养儿都防备着老，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，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，半路途中遇见险情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，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，磕一个头了我算进了小，磕两个头了我算进了中，亲二爷磕把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，磕罢了头当站起翻身上了这马能行，阎王黄彪开口道叫了声，黄彪你是听，你今天托定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，拐子六角四门刀铁锁子八卦连环阵，疆场以上立了大功，你今天托定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，拐子六角四门刀铁锁子八卦连环阵，疆场以上你活不成，这匹马懂得人言山听手语，呼呼大叫两三声，秦二爷马上高断喝，不由得点点珠泪石头前胸，马可思想长江水，人到难处想宾朋，头一家想起魏老道，二一家想起徐茂公，鲁明星来鲁明月，还有个四爷叫程楞铮，柳州陈贾润普，还有那我那八弟小罗成，眼前若有这八弟在，哪怕杨林百万兵，耳边又听大炮响，瓦岗山来了众英雄，这一回秦琼观阵一个小段了，我是到下次群雄聚义是大反山中。好，秦琼观阵，啊，一般都不唱这个啊，太累了。原来那会儿小时候不爱干这，老师就别唱，别唱，一遍一遍唱，累得跟孙子似的啊。现在就熬出来了，累得跟儿子似的。哎，对，还没平辈儿，你这辈儿上去了啊。还有的就是对口的唱，啊，俩人站着唱。哦，对口的啊，有仨人唱都有。俩人唱就是一对一句，一个人拆唱，俩人拆唱。这个文王卦是我跟陶阳我们在台上唱。对，还有仨人唱就是找词儿找辙。找辙，有一次演出，我跟于老师还有郭麒麟，就是我儿子，啊，我带着孩子们，我们演过一回，又来了，仨日子，仨日子，我老跟儿子在一块儿待着，你大，你行大，啊，所以说这些年来也没少唱，当然随着唱还有好些个唱不过来，你学的这些个慢慢唱吧，但最近有一段我是刚刚整理出来，也挺好，是吗？叫媳妇王，从来没唱过，那您给各位朋友们唱一首。那不能白唱，怎么着？我这唱着，你把东西给我归置归置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待会儿下后台我点数去啊。好吧，啊，都在我包里，啊，都在你包里。那个媳妇王是一个传统段子，其实也是失传很长时间了。它不像别的，你说秦琼观阵呐、张良卖剑呐、金刀铁马，都是这类的故事啊。这媳妇王是家不长理不短的，哦，而且来是听完很有教育意义，半说半唱，版式比较散。您来了啊。君子人打马奔东乡，遇见了母女二人论家常，老太太开言把我的儿来叫，叫一声我儿你，哎，这还是我似的，这就没意思了，看我不可，这就是演戏，你别当真，多新鲜呢！你老恨不当真的事，谁当真了？就没有意思了。您就唱，
听个断响，我的儿今年18岁，过了新春配成了双，迟迟的睡来晚晚的起，躺在床上把病装，想吃香的多切肉，想吃辣的切鲜姜，大姑小姑攀比你，上去就是那一巴掌，倘若是家人对你不好，跟娘我说一声闹一场，东院叫上你大嫂，西院叫上你二娘，咱们家也有那狼牙棒，咱们家也有那机关枪，为娘我一宿不睡觉，切菜刀磨了一个亮堂堂，开刀先把你的公爹斩，回马枪刺死婆母娘，大姑小姑全都杀死，我的儿能做媳妇儿王，先卖庄稼后卖地，卖下钱来给为娘，为娘我嫁了18处，你嫁他24处比娘强。我说此话你不信，你姥姥当初沾过我的光，君子人闻听直咧嘴，老太太是个活阎王，你要问老太太哪一个，她本是于谦的丈母娘。哎，这扇子都破了，挺好，这还一把整的呢，真不错。这俩孩子是我徒弟，哎，原来是国家游泳队，这练的扎猛子啊。你瞧那个没基础是吧？干这个来了，要说相声了。哎，像他们这演出呢，这叫掖场，哎，中间插缝，行话这叫掖场。对，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掖场那个啊。他胖子黄玉夫，对，多可乐呀！打小就聪明，是，他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。哦，他们同学，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，哦，老师不收，不让来，太胖，怕他智力受影响。哦，他爸爸带着来的。哦，老师求求您，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，说情来。老师，我考他吧。嗯，1+1得几？我还说相声，6。这还想呢，他爸爸急了，老师对不起啊，认生，您得给您机会。1+1得几？4。还是不对，老师对不起啊，您得给您机会。哦，1+1得几？15。往高了猜呀，爸爸汗都下来了。嗯，老师得给您机会。嗯，1+1得几？2。啊，这对，他爸爸急了，您再给个机会吧。哎，心要好，嗯，心术不正容易让人看出来，是吗？教您一诀窍，哦，这个演员台上什么样，台下就什么样，他是一样的人，台上一站，他把他内心世界全表现出来了。哦，你去琢磨去吧，百试百灵。对，平常是个反应，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，嗯，你看他台上什么样，他台下就什么样。哦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，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。对。
省得露了馅儿。拿我们观众来说吧，啊，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，是吗？我们跟您啊，不分高下。哦，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。嗯，保金大企业家，老板，再不就政府官员。嗯，也再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。上这儿来了，这哪有准啊？哦，没准，这没有准啊。嗯，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，进的门来往这儿一坐，咱们就是朋友。哎，谁也不高谁，谁也不低谁，都平等。人活在世，没有亲戚可以，没有朋友是不行的。哎，那倒是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嗯，我们哥俩来说，啊，好朋友，对，台上好伙伴，台下好弟兄，哎，有交情，超过了普通朋友。是，他对我，嗯，100%，哎，好啊，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？对，我有个头疼脑热，他比谁都着急。可不，他病了，我不能不着急吗？我看病去，嗯，打针吃药，噔噔噔，楼上楼下跑，哎，得忙活，就忙着他，不容易。古话说得好啊，啊，百日床前无孝子啊。说儿子又当如何？别比了啊！我就是那孝子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有病我也得管呢。哎，您一样着急呀，啊？不是说别的，两个人就跟一人似的，这都互相的。于谦病了，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？北京、上海、广州找大夫。哦，求医，甭管多少钱，嗯，能治吗？有救吗？花多少钱？我掏，您给。着急，急死我了。是，大夫只要一摇脑袋，这我没把握，我眼泪就下来了。你看，我得救他呀。啊，一出门。哎，电线杆子上贴一小广告，有救了。好嘛，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了。行，合不了，一针灵啊，是吧？别提这一针灵了，这是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。你看，偏方治大病啊。这行了，我丢了驴了，你也得吃泻药。这就不害的，这个是不是跟我那病没关系？说这意思，交朋友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这怎么讲啊？桃园结义，刘备、张飞、沙僧仨人一同来。哪儿？您先等会儿，不是，不是，哥们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红罗你等会儿，别说了。哪儿啊？怎么了？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？您这把仨人放谁来着？指无关正，沙僧，沙僧跟谁？哪有沙僧啊？刘备、张飞、关羽，这仨人，刘关张嘛，是吧？一个头磕地下了，一个娘生的一样，还能跟亲兄弟似的。宁学桃园三结义啊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瓦岗，《隋唐演义》有这个。哦，瓦岗寨46友，光叽叽头磕地，跟亲哥们一样。嗯，到后来这一下子，一个人起疑歹心。哦，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散了，就瓦解了。别瞧这了。啊，是不是？现如今也有的好朋友，哦，但是您注意啊，酒肉朋友不可取。是说吃吃喝喝，哎，走吃饭去。嗯，走，他头一个哪吃？头一个摊点什么事跑了？哦，又没他了。这可不叫朋友。哦，啊，还有那拜把子兄弟，那干哥们儿，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，亮子，今儿跟我说了，哥，我跟您说，师哥啊，我跟王月波拜了把兄弟。哦，他们哥俩拜了。王月破是我的大哥。好啊，不是，你干嘛非拜他呀？是啊，你知道我嫂子多顺呢吗？什么心眼啊？这是，是不是？哦，瞧着嫂子了。那由此可见，月破也是很厚道的人，知道吗？这还大方，交情。这种结拜，这叫金兰之好。哎，拜金，拜金兰，干哥们儿。嗯，现在是不得再有。哦，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，是怎么回事？举个例子啊，嗯，王，拿老人来说吧。哦，您的父亲，我的叔。哦，我父亲，老爷子，比如找我来了。嗯，德刚啊，嗯，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了。哟，我闹不清楚啊。什么问题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？啊啊！哟，老爷子，您别急，我知道了，我说您说什么事儿吧？哎，什么事儿？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，但有一个难关呢，我攻克不了。您说一下。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远瞧灯笼大，近瞧大灯笼，走进流星看灯笼进窟窿。嗯，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，破灯笼吗？不对，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？这个，你爸爸听，哦，那么回事啊？才明白，痛快了啊！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，是无以为报，咱俩拜把兄弟啊！那
瓶了，这就我说比你大，你是我兄弟。不是，行了，什么呀？嗯，说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？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？这就拉皮了，这不像话。哪知道这个是吗？这就是金兰之好啊！过去来说啊，交情好的有几位？都谁呀？杨左之交。杨左，杨菊哀，左伯桃。哦，有这么两位。哥俩一块儿出去求官去。哦，半路途中天降大雪，俩人的衣服很单薄，带的吃的也少。哦，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，这人也暖和了，也饿不死。哦，这俩人都分着一块儿得死。哟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，把吃的都拿出来，兄弟，你来这个给杨菊哀，你拿走，你穿上暖和和的啊，以后想着把我埋了。哦，这个交情太好，自己动恶而死。哦，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，你能为了我动恶而死吗？我行啊，死去，死去。杨菊哀也不错呀，杨菊哀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。哦，后来左伯桃托一梦，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，荆轲是秦王的勇士。哟，他晚上就早就我打不过他啊。杨菊哀一听拔剑自刎，这干嘛？死尸也埋在这儿，叫二鬼战荆轲，一块打人家，多不容易啊。好啊，咱俩要搁在这儿，你能像杨菊哀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？没问题，呵，死去。您先等会儿，咱都是好朋友了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郭先生啊，咱是好朋友，我问问您，嗯，如果咱俩是这样，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，然后您自刎，咱俩二鬼战荆轲，咱来一个，您行不行？打荆轲呀？啊，荆轲太冷了，他连秦王都敢刺啊，何况俩说相声的呢？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？是不是啊？像理莫像人哦，这事儿得顺办。怎么个顺办？你迁坟呢？他跑啊，对不对？哪儿都是办法，海葬，海葬给你捞出来啊，弄好了磨成粉，来电扇一吹，也是个法儿。这什么法儿啊？这是好朋友吗？就这么朋友啊？比喻，这里没咱事儿，别看他让我忙。那咱俩甭跟人掺和。还有这紫琴听琴，俞伯牙摔琴啊。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，对，那年头都是天下访琴。哦，走到这儿，坐在那儿一弹琴，嗯，把这瑶琴拿出来，珍贵无比啊。是，坐在船上，琴可好了，当当啷滴当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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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宋王天子哪儿去？行了，杨大将吧，呀什么呀？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？哎，这不许歪着点头吗？摇琴啊，摇琴，等弹着呢，等弹着呢。钟子期打那锅一听，呵，弹得好啊！啊，嗯，好，咦，他也叫好啊！啊，哦，也叫好，你叫好啊？啊，伯牙把他叫出来，俩人一盘道，哦，这怎么回事？呵，钟子期一说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一说，哦，俩人八拜结交，哦，到后来子期死了。俞伯牙很难过，嗯，子期不在我对谁弹呢？又拿过摇琴，啪就摔碎了。哼，捧着碎摇琴来到保险公司，你看这个，蒙保险去了，上哪？你得鉴定一下这个。那这，你交交了就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？交情嘛，交情嘛，啊，说这意思。哦，交朋友要长住脸，哎，得认对了人，不是什么人都能交。是，给你讲一个小故事。哦，还有小故事。漫天飞雪。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，麻雀打窝里出来，毛都没长齐，哟，刮风下着雪啊，冻得儿子马上就完了。哦，寒风凛冽，小鸟跟这叫吧，眼瞧等等等，你咋打疼了，小心就是看咱们就哭了。我爸就是这鸟啊，叫嘛，鸟叫我怎么全叫这个呀？我很可怜啊，马上要死了啊，来了一头牛，哟，走到跟前，牛一抬尾巴，扑嚓，对，弄根牛粪，哟，把小鸟盖住了，砸着了。可是很暖和，鸟活了，它这就活了，它没死，嗯，活过来，来在牛粪里边唱歌，还唱歌，来唱灯笼的，打灯笼，你就会这套是怎么的？灯笼，这行行，这鸟还飞走呢，还没听说过。
甭加身上了，这没有。行，那咱唱吧，那高兴吧，高兴呢。咱那边来一狼，老动静，拿爪子扒开牛粪，把这鸟放给吃了。哟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。告诉什么呀？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，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。如果深陷粪堆，记住了，闭嘴是很重要的。知识啊！哎呀，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，你细琢磨去吧。啊，细琢磨很有道理。是是。所以说，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。对，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，告诉您几个秘方。秘方？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。都哪种人？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。怎么坐后头不交？一般车来了，打开他坐后头，他不乐意结账。哦，坐后头不结账。哎，车到地儿一般都前面这个，是吗？表一想多少钱，这儿掏钱给，他这方便。他坐后头，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坐后头他也跟着抢着付钱，也给吗？哎，到了地儿了，夸着一看10块钱，哦，他掏出100块钱美金来，这个和这个，不来，谁找的呆着了 啊？这没有，啊、人前面当然说，哎，我这有，哎，人就给了、嗯，哎，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，怎么？啊，掏出100块美金来，嗯，是我这个，是我这个，哦，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，啊，这得用你的，好嘛、啊，哪有这么逗心眼的这个啊？有这电视剧吗？啊，当坏人遇见坏人啊，有这么一故事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，这都不能交。这怎么了？哥几个没事出去啊，找洗浴中心洗个澡，聊天去吧。还有这个，去到那儿什么都要。哦，果盘啊，啤酒啊，饮料啊，炒饭，没有都不要，吃表正吃。嗯，是吧？都要，要完了找按摩的、踩背的、拔罐的、刮痧的啊，好嘛，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。这儿没有这个，都来一遍啊！啊，该走了吧？人家穿好了，这儿等着他卖。哦，一只袜子穿7回啊！呵，看完一瞧，哎呀，错了，这是右脚的啊！袜子还分左右脚啊？怪吗？穿好了里边热呀！啊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他两分，他都出完汗了啊！我在外边等你吧。啊，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，人家付账了。都是先出去结账，是吗？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。哦，先生，您哪位买单？后边那个。后边哪个？后边没穿衣裳那个。后边100多位都没穿衣裳。是啊，哪有穿衣裳的？这点人不能交。哦，还有这吃饭、快结账、上厕所，这都不能交。上厕所怎么了？哥四个吃饭，啊，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，站起来奔厕所。哦，哎，等着，人家这几位小等着呢，结结账吧。喊、嗯、过来买单，结完账他回来了、嗯。哎，你怎么又结了？不是人结了吗？你就上那儿结去了，人家还不结吗？接手去了，是吧？啊，当然了啊，这个一个人行，你四个人都这样坏了，是吗？喝完汤提完牙没事，四位都奔厕所了，全去了，都上那儿蹲着去了啊！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啊，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？跪那儿了呀。好嘛，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。哎，对，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。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，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。哦，像一个人一样。对，您就是我的亲哥哥。哎，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何分彼此，哪问贵贱呢？哎，上山时你扶着我脚，下山时我靠着你肩。嗯。不是脚，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，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、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？好朋友，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啊！我死在你后头啊！你不听我的，你死我头里边。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我？交情啊，哥们儿，交情啊，没有这么说的。怎么说呀、啊？应该咱们重说 啊，重说、啊。您就是我的亲兄弟，你就是我的亲哥哥，你姐姐就是我姐姐，我弟弟就是你弟弟，我舅舅就是你舅舅，我叔叔就是你叔叔，我父亲就是你父亲，你母亲就是你母亲。怎么那么乱呢、啊？这里。乱了，怎么了？太乱了！谁要说你不好，我就生气；谁要说你不好，我也不搭
应啊。为了你，我能跟人拼命去。为了你，我都敢不活着了。有人给我一人参这么长，哟，不要，给于谦送去。对，人要送我二十条金砖，嘿，不要，给德刚拿去。有人拿了一小木头盒送给于谦啊，于谦打开一瞧，里边有一个坏蛋。嗯，你要留下了，你就是坏蛋。我能瞧着吗？怎么办？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，我是坏蛋。呵，我呀，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，我得是那坏蛋。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在我鞋里边，我是坏蛋。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，我是那坏蛋。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，我是坏蛋。没那么塞的，没有那么塞的，矫情啊！什么矫情？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、啊？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，哎，坏蛋！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，我是那坏蛋。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的箱子里，我是坏蛋。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，完了把它锁上，把钥匙扔盒里头，我也是那坏蛋。我不要了，给你。不抢啊！我费那劲呢，扔盒里边了。不成啊，你得抢啊，还得抢，得抢。我下河摸去吧，东一摸西一摸，找着钥匙了。哎，开开你那锁，拿出来这坏蛋，嗯、我搁你家祖宗板上，我是坏蛋。搁我们家祖宗板上，你不好这个吗？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。怎么说？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、啊、我穿街越巷，翻山越岭，找到你们家祖坟，把打去坟头土，棺材打开，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，我得是那坏蛋。好，我把这拿出来之后，翻山越岭，越岭翻山，来到你们家祖坟，打去坟头土，把你爷爷棺材撬出来，把棺材撬开了，往里一放，嗯，还放不了。怎么？里边有一坏蛋。